你喜欢吗？喜欢。觉得哪个娃娃最好看呢？是这个还是这个呀，小公主？嗯，这个好看。这个好看。那你觉得这个娃娃好看还是你的智玲妈妈好看呢？嗯，都好看。都好看啊？那不行，那你必须说出来，到底是她好看还是我好看？ 红鸡爸爸，嗯，您说这个娃娃和智玲妈妈比，谁更好看呀？安安，你要记得，不管谁跟谁比，你都要说是智玲妈妈好看。哦，那这两个娃娃哪个更好看呀？安安，我刚刚说过了，不管谁跟谁比，都是你智玲妈妈最好看。哦。 你这么教孩子的呀？家庭教育很重要，必须时刻教导孩子正确的观念。安安，那我问你，在我们家里面谁最好看？智玲妈妈最好看。嗯，真乖。不对，在我们家里面，姥姥最好看，因为姥姥是智玲妈妈的妈妈。哈哈。哎呀，恒进，你就会拿我开玩笑。你可好看了。对对对，姥姥最好看，姥姥是天下最美的。对呀、啊。对。嗯。